这是2017款大众帕萨特，接下来我为大家演示如何更换空调滤芯。帕萨特的空调滤芯位置在副驾驶手套箱的下面，在泡沫板的后面，扭下这两个塑料螺丝就可以掀开泡沫板了。这个就是空调滤芯的塑料盖了，向右推就可以将这个盖板取下，里面的白色的就是空调滤芯，抽出旧的空调滤芯，将新的空调滤芯装上。盖回盖板，复原泡沫板就可以了。OK， 这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了。有关于其他车型的疑问，请关注云修车。